这场比赛呢，因为那个 Esto 他现在跑游戏，所以我来解释用中文啊。好，现在开始。第一个，我先介绍一下四个人玩家。第一个玩家是 Esto 用15，第二个玩家光的234，第三个是多过上的面包车，第四个玩家就是无名大哥，也是用面包车呀。好。现在第一名就是 Hester 的义乌，第二就是无名大哥的面包车。哎呀，过，现在差距比较近一些，所以，现在来有个红丸子，红丸子呀，看一下红丸子啊， Hester 过得很好啊，他还是抢了第一名了。现在第二就是光，第二还是那个无名大哥的面包车，第三就是光的234，第四就是诺波尔的面包车呀。好，很生而无功的，而且第一名就是那 Hester 的15啊。现在第二已经变了，光的234拿了第二名，第三就是，哎呀，后边第二和第三强的很强烈啊，哎呀。Hester 的义务抢到抢杀，所以他现在下了第二，现在第一就是逛到230。好，过了，马上就来一个红丸子呀，红丸子，看一下，哎呀，很强烈呀！现在还剩了三公里，现在第一名还是只是，哎呀，我说出了就是变了位置，第一就是 Hester 的义务。第三就是光的234，第四就是无名大哥的面包车，第四还是诺波尔的面包车呀。好，继续看一下。Hester 的衣服跑得很帅啊！哎，还剩了一公里啊，还是。Hester 拿了第一，第二就是无名大哥的面包车，很危险。来了黄丸子，我们看一下。哎呀，差距比较长一些。Hester 的义务拿了第一名，好，结束了。